在正困最困难的时候，受挨批挨斗的那个日子里，我们曾经搂抱在一起。那时候我听到他心在跳，我的听也心也在跳，我们的心跳。因为我是亲身经历，我写起来顶多就是流眼泪，痛苦回忆过去的种种吧。但是我能写呀，我自己写我自己。你既然这么革命，咋把你也送到夹边沟来了？我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困难，目前呢粮食不够吃，劳逸结合你们就不出工了。荒滩上到处都是粪，乱七八糟的，你上哪儿找老总去啊？哎，大家谁都走不出去了。